晴天，我的耳朵刚才在度假上课的时候，那在游泳池里面啊。啊，不过我都已经换衫，我能够拜托你替我找看看。好啦，我帮你倒水。多谢你。我一个教师，爱给你做卡主任。我真正无看到你的耳钩呢，那么啊，你甲老师讲，后边学校若是有清洁游泳池，叫因甲伊倒找好不好？哦，嘛只好安尼啊，歹势啦。什么晴天？我得让你以后的日子，逐天拢是下雨天。绝对袂当有代志，你听到无？朱晴天，朱晴天，你总是清醒啦！好在你无代志，不差点么会叫你惊死啊！给出来一起保健室。给我呀，来，这里有。晴天，你还好好休困哦，我就先回去教室啊。哎哎哎，等等等。
恁三个阿伯把代志讲清楚，就想要落跑。晴天，你干嘛要紧啊？阿伯，我无代志。高调，你总算起来了。这次的女同学差一点点害晴天溺水，你一定要替晴天出气公道。因一个叫校长阿伯，一个叫高调，竟然跟校长的关系这么亲，看起来我爱较细腻啊。罗志汉，代志还未调查清楚，你慢点后别讲。啊，不过拄则你都无啥物调查的意思啊。好，你拢先莫讲。朱新天，你即马甲代志发生的经过详细讲我听。你到底是安怎会差点仔溺水？廖蒙之，伊讲伊的耳钩落伫个游泳池内底，爱我甲伊倒找。啊，不过我找足久拢找袂着，我想要起来的时阵。伊摕水甲我呛，啊！伊摕落我甲我杀，无想要我起来，啊！到最后我无力啊，就跌入去水内底，啊！脚抽筋，所以差一点仔就溺水。林安真正做出这款代志啊？校长，我开始有拜托晴天替我穿耳钩。啊！不过我真正无欺负伊。嘿，阮拢亲眼就看到啊！你阁无啥物承认哦？我讲的是真实啊。可能我甲因两个有熟识，平常时因就是安尼吵吵闹闹，因只是咧耍，想要甲晴天行较远的。我嘛是拄只才识识晴天，我甲伊无冤无仇，要哪有可能跳过去欺负伊？可能是晴天跟阮无熟识，才会抓住阮在欺负伊。晴天，你溺水的时阵，我嘛足紧张、足惊吓的。好佳哉，你无代志。原本你是好心要替我捡鱼竿，我煞变到安尼。我真正感觉对你就歹势，真的 ，sorry。好啦，你上来起来。哇，唔是安尼。靠靠加可怜，啊，洗一下 sorry 就会无代志呢。即摆是有一个同学差一点仔叫人害死，这个代志绝对袂当安尼就遵守煞。罗志涵，啊，恁的老师是无甲恁教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咯。啊，同学之间打打闹闹讲耍笑，这真正常的代志嘛，哪有安尼大惊小怪？而且廖蒙之同学嘛知影唔对啊，悔失礼啊，就真像廖蒙之讲的，朱晴天才拄转来咱校无偌久。伊真正无理由欺负伊呢？奈无，就是有啊！这间学校的学生家长，不是大头家，就是做官的，每一个人拢有背景，就敢那晴天无。因三一定就知影这点，才敢欺负。啊你！拄只晴天，不是叫校长阿伯，安尼算起来嘛是有背景，阿伯哪有可能敢欺负伊？这应该嘛是你拄只才知影的吧？好啦，上算甲你科普一下啦。校长是我的姑丈，我是晴天的表哥，所以以后你莫阁想要欺负伊啊。朱晴天，既然我是校长，那呢，我就公平来处理代志，绝对袂偏心任何人。所以你免惊，你只要勇敢甲事实讲出来就好。假使讲若是真正有人挑工甲你欺负，我一定替你主持公道。你这边是因为恁阿爸的关系，才用个转去迄伯顿高中读书啊。嗯。啊，所以大家哦，一定安尼目睭闭甲紧紧紧，等恁要甲你看。啊，所以你伫个讲话啦，啊是做代志方面啦，一定爱足注意、足认真嘞，唔通互讲闲话。啊，够。
迄个考验哦，嘛爱更加认真才会用的。啊，甲遐个老师、甲遐个同学、甲因做伙吼，拢安尼较客气，啊，以和为贵，唔通遐代志。你也知哦，迄是够影响着，唔是你个人尔嘞，还去影响着你那边名声。你知阿妈意思啦吼？阿妈，我知影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代志哦，做细里做认真嘞，阿别加别添麻烦，好不好？嗯，不管，哈哈哈，我最管事的，阿妈相信你，这个就好就好。朱晴天，我讲的话你敢有听着？朱晴天，嗯。我拄则甲代志的经过，阁详细想一遍，就亲像伊讲的啊，因无理由欺负我，只是想要甲我耍，甲我讲耍笑尔。有可能是啊，我啊无惯势，所以较敏感。遐阵讲，因是要针对我，应该是我误会因啊。你是讲啥？你头壳进水哦！因做甲这么明显，你都无感觉？还是讲你是客户威胁，才无法度把事实讲出来？哎，表妹，你讲哦。哎，兄王，学长，廖蒙之平常时对同学真热心啦，哪有可能去害朱晴天啦？而且廖蒙之在学校表现真好呢，佮动算过几落届模范生，所以我想这个代志哦，应该是误会啦，咱简单处理就好啊。毕竟啊，即马学校有更加重要代志，咱来解决。好，那安尼即个代志啊，就到这为止啊。高长，吴志翰，伫学校你也叫我校长，还佫有我伫讲话的时阵，你莫一直插嘴。虽然讲今仔日即个代志咧，敢若是一个误会。啊，不过嘛是差点啊造成同学的受伤。主要希望以后恁同学之间啊在相处的时阵哦，嘛是要较细腻，分寸都要抓得好。就算讲是光算笑，嘛是要顾着别人感受，知无？校长，我知影，我以后一定会较细腻的。晴天，真正足歹势。因为我无细腻，造成对你的伤害，我真心向你悔死嘞。希望你莫把这件代志放伫个心肝内，嘛莫因为安尼就影响着咱的友情。若无，我会做主席的，好无？你放心啦，我袂放伫个心肝内。多谢你，你人真正足好诶呢！我相信咱一定会当变成好朋友。有啊，志善、一林，也讲是恁两位及时赶到位，才甲晴天救起来。恁表现足好诶！我无错啥，是伊林哦，欢迎进伊马上对晴天做人工呼吸。晴天再无代志，所以哦，这拢是伊林的功劳。伊林，家在有你啦，阿若无效果，恐怕足严重的。你做阿只好，这我应该做的。晴天无代志就好啊。本来想要甲朱晴天修理一下，却颠倒予伊战败，竟然甲伊林 kiss， 这绿茶婊心机真正有够大，连我看介意的人也甲怪，我绝对会予你好看。